全台市占率95%，造型鸡蛋糕魔王。就算是鸡蛋糕这么便宜的东西，我也有办法做成一份80块、100块。但是这个就必须要有造型，要有特色，人家才愿意花这个钱。把它想象这个鸡蛋糕可以变成是一种精品化的概念。是是是。请锁定周五晚上9点，民视第一台；周日上午8点，民视无线台。成功起飞，带你找出成功 DNA。